妻台北六光头儿。你看我太喜欢小孩。闻了此言还真不假。去年底他和小七岁台湾艺人王唐云闪婚，今年五月喜获艺人 Cody， 却从没让 baby 正面曝光。一号一家三口就被捕获在台北合体啦，连脚上也踩出幸福的味道。在 DNA 看他接过光头 baby 的 Cousy， 熟练的拍背手法加上老婆的笑容，看得姨都想给七个月大的 Cody 咕叽咕叽的。不过带瑜伽人准备离开餐厅时，相当小心。最后车子直奔大安路某民宅，停下后由王唐云送 Cody 进门，还走到附近巷子查看有没有跟拍，就算私人行程也是全程戒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莎拉王唐云。王唐云透过经纪公司回应，目前几乎在家照顾 Cody， 这个月会出席活动，对于拍戏等工作持开放态度，而且老公也完全支持哦。娱乐动新闻，再看一次幸福三口同框照报道。